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我叫 Winsy 洪韵琪，今年19岁啦。我的专长咧就是唱歌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hn 林约翰，今年22岁。我和嚴明熙是跟同一個老師學流行音樂的，跟嚴明熙都是同一間學校，都是跟同一個老師的。我就有些場合都有見過她這樣，我見到她是一個很靜的女仔這樣，所以我都不太敢跟她傾偈咁樣，但是我覺得即係我哋兩個是冇咩淵源嗰啲嘅，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是喜歡唱歌，所以係去企上舞台表演俾人哋睇啦。咁所以話勁敵呢啲，我就覺得即係做好自己就得咯。我已經即係唔想太 care 呢啲，唔係嘅話會影響到比賽。我老師冇喺我面前係個嚴明熙啦，但係有好俾好多嘅建議我咁樣，同埋都見到外界有呢啲嘅。即係報道之後咧，佢都有去即係教我點樣去調節自己的心態啊，同埋即係教多啲技巧。可能即係大家唔中意我一啲嘅風格嘅話，我要去點樣調節下咁樣咯。我自己優勢應該係多嘢講啲啊，因為即係我係比較活潑少少嘅，我自己覺得即係係咯，即係面對好多嘅評語咁樣啦，我都唔會話咩特別唔開心咯，即係我會自己消化。見到個收視的時候是有少少失望啦，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大家都很努力嘅，即係咁多有 talent 嘅人喺度啦，但係好似未俾人見到咁樣。但我覺得呢個比賽都係一個起點咯，即係我哋之後條路完咗個比賽之後，我哋仲有好大段路要行啦。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向住唔同方向去進發。所以我覺得如果呢個比賽而家即係可能收視差都好，我覺得都唔使灰心咯，就係做好自己係最重要。可能相對於其他參賽者嚟講，就多少少咯，係啦，因為之前都有參加過一啲選秀節目啦，都有去過韓國做練習生啊，都有評少少嘅舞台表演經驗咁樣咯。其實好耐之前咧，已經有人話我同王軍好似啦，咁其實一開頭我都冇點留意嘅。近呢幾年就開始留意多了，因為越嚟越多人講啦，甚至講到 Hubert 都有找我去合作啦，即係拍咗一條 cover 我哋一齊。咁其實我即係對呢件事其實唔會話好唔開心或者好介意嘅，係啦。但我都好希望我可以用我嘅表演或者我嘅作品啊，或者我日常生活嘅一啲面貌啊，去話俾大家知同埋認識我係一個點樣嘅人，同埋話俾大家知我係 John